它可以利用那个图形化的功能，很快的可以让你产生一个报表，简易的报表之外，如果你希望把这个报表快速的对应一个图的话，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就是在讲义的63页这边，类似像啊这个图里面跟我们最后要的结果大概有几个地方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标题，如果说你想要快速产生一个图之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这个 图里面没有标题，你要加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图例，这个叫图例。这个图例呢预设在右边，我要把它搬到左边。第三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它里面的字的大小，可能再把它稍微再调一下。剩下就是说那个背后的那个，你们建成的那个图效果，把它加一下。那大概我会希望多做一些效果，我也把它列在我们那个讲义里面的第64页这边。 所以第一个的话，我们先建立好，然后建立的方法非常简单。我觉得那个 Excel 里面要能够产生那个图跟表，这样太简单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枢纽分析图找到，这个按钮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是选择一个比较简单，但未来如果说你要做一些复杂的，像直条图是可以显示它的数据嘛，高高低。但是如果你要跟时间有关系，也许折线图。 或者像比例有一点关系，就圆形图等等。那底下有很多其他的图了。那我们先选一个比较基本的，也许我要选那个左上角这个群组的直条图好了。按个确定。那确定之后的话，它会帮我马上跳出一个我要的一个图啦。不过你会发现它其实给的有点很率性，啪，好了，给你了。可问题来了，我放这里好像怪怪的，为什么你把我的表给盖过去了？ 感觉是跟美国人的做事风格蛮像，给你了，好了，那你要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上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就自己来，我希望不要放在同一个工作表，我希望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？一，先建立这个图之后的话，右上角有个叫移动什么呢？图表，你就点选这个移动图表，自动移动到哪里呢？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，所以选上面这个。 那名称的话呢，也许你就自己再取一个名称吧。我用预设的，chart1，OK 假设我今天，帮我把这个图先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，并且帮我搬过去，按确定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图已经产生了，旁边这个清单这个把它关掉，然后让它空间大一点。第二的话呢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希望这里面题目里面有提到，就是增加图表标题字的大小24。 并且微软正黑体帮我加粗，OK。那怎么做呢？接下来一图表标，标题怎么没有呢？那你想说以前要加标题的话，怎么做呢？会不会自己要拉一个文字方？其他里面那间就有功能。那怎么做？一，请你切到那个版面配置。不过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是新版或别的版本，好像2013不是在版面配置。 好像是在前面有个什么新增什么的，好像那找一下，你们的位置好像不太。如果是2010的话，就是在上面会有一个枢纽分析图工具，我是放在版面配置，你们可能在分析的前面好像第一个吧，格式嘛是不是？才是新增还是什么的？新增物件还是什么的？我记得好像位置跟我有点不太一样。 但是点进去之后，好像也就版面配置，它只是把版面配置呢放在那个设置，好像在分析里面吧，分析里面的前面。那其中的话呢，会有一个什么，好像要新增图表标题，我是放在这个图表标题。预设的话是没有，如果我要的话，那我是把它放在哪里呢？选择字中，它有总共会有三种模式啦，一个是不要就没有。 第二个是重叠，一个是上面，所以我这边选择是什么？其实根据这个 PPT 里面看到的，这个是重叠，不是上面，所以把图表标题里面改成字中的重叠标题。OK， 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就会出现图表标题4个字。当然呢，重叠跟在上方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可以看啊，上方，有没有发现？它上方的话，意思就是说。 它是放在这个绘图区的上面，如果重叠的话呢，是跟那个绘图区是重叠在一起，两种。
那我们这个地方我是使用的是应该是这个啦，就是字中的重叠标题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上面就把它名称改一下，通讯产品报表，这几个字打上去。那打上去的话，就是把它选游标放里面 ，delete 掉，通讯产品是把它打上去 ，OK 啊、哦，这样子的话上面就有个标题啊，那位置你也可以移动啊，其实跟那个 Word、PowerPoint 其实蛮像的哈、哦，啊点它一下哈、哦，啊再来的话字的大小，特别说字的大小怎么变更哦，请记得啊、哦，你如果字打上去之后的话，如果你要变更大小，我是建议你游标，请你点在那个框框，现在是虚线哦，我现在建议你点框框一下，把它变实线 ，OK。为什么要变实线？意思说我整个里面的字全部都帮我变更成一样的那个样式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字放大，常用切到常用，常用里面的字把它改成24啊，常用里面24点一下24啊，所以特别说输入那个我们的标题，点一下框框变实线，切到常用里面啊，改成24啊、哦，把它点一下，字把它放大一下，24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再把它改成微软的正黑，微软啊中黑体，所以底下微软中黑体 ，OK。再来的话呢，字把它加粗啊，预设就加粗，并且看要不要把它换个颜色吧，换个红色。我、哦、这边好像有，还是把它改成红色好了。哦，并且把它改红色，所以红色点一下 ，OK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哈、哦、把那个标题式给加上去，这第一个就完成啊。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图例，图例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把这个所谓的图例啊，意思是说，它让你知道说什么颜色的柱状图是表示什么意思啊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有那个总共有四个区域的啊、哦，所以这边四个，但是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图例怎么样搬到左边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今天不要放右边，预设好像放右边，我希望放左边的话。那一样哦，切到版面配置，不过一样哦，你们的版本好像找一下，在分析里面前面一点先找一下，所以好像记得在第一个按钮哈。那如果是2010的话，是在图例里面的话哈，有好几种显示的方式，预设是在什么呢？在右边啊显示图例。那如果我要在左边的话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把它改成什么？由右边改成左边。啊，在右边显示 ，OK， 点一下右边显示，看到吧？右边把它改成左边 ，OK， 把它就翻过来啊。其实是图例了啊，当然如果你不要的话，这边图例就有一个不要关闭了啊。啊，顺便讲一下这个图例是什么作用？其实这个图例哈、啊，主要呢除了显示每一个图的，就是区域的颜色之外哈、啊，它这边还有个箭头，意思就是说哈、啊，它也具备有筛选的功能，比如说你这些图里面哦，我只希望显示的是北区跟中区好了，你就把东区跟南区打勾取，就按确定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它这个图马上就变更了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啊，这个图可以马上哈、哦、有筛选功能，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哦，因为有的时候哦，经常就是说我要切换着看，哦，啊全部马上恢复了啊、哦。图例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就是加到左边。好、哦、啊，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呢？我希望还有就是说呢，我希望呢哈、哦，在那个最外面哈、哦，那个就是图表的最外啊最外侧的话呢，加上什么呢？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在我们那个有没有发现讲义里面呢、哦，这个图的最外面哦，都还有数字，啊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图放上，结果没有数字哦，自己要再回去看那个表，图跟表那边切来切去，倒不如你直接在那边标一下哈、哦，多少数字？那怎么样标这个数字哦？特别注意哦，记得就是在哪里呢？资料标签，这个东西叫资料标签。那我如果要在最外面的话，叫终点外侧，所以你可以什么？资料标签找到终点外侧，哦，把那个资料标签把它加上去啊，终点外侧，哎，这个时候上面就会有数字了。啊，其他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啊，什么终点内侧啦，哦，
中年内侧变这样了，缺点是哦，可能如果刺对会盖到，所以有个习惯还是用什么中点外侧，这是最佳选项。OK 哈、哦，那再来的话呢哈、哦，我除了说可以加这个之外的话，另外就是那个隔线，那预设的话好像只会显示水平主要隔线，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产生次要的隔线跟垂直隔线的话，怎么做啊？其实也是一样，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功能哦，这边有个什么隔线，有没有？隔线里面的话有垂直水平的跟垂直的，那预设的话你会发现哦，那个水平好像是主要的，那如果说我主要次要都要哦，水平的哦，主要次要都要，所以把它改一下，在隔线里面哦，里面找到那个主要的跟次要的都要哦，把它点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主要次要都要，点一下哦，你会发现它感觉好像后面那个线条会更多，那尤其是你在看那个啊枝条图的高度啦，有时候可以啊这条线哦延伸到那边，比较可以知道说它的刻度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垂直的，如果也要的话，垂直如果是主要的话，你就垂直隔线主要那一条线帮我画一下啊，主要的点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主要的那啊垂直的哦啊，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什么两啊这个主要次要都要的话哦，变这样子有没有？不过这样好像画得太密了哦，所以不好看。那这样不然就把它改成主要的就好了。OK， 啊，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你将来想显示的那个样啊，只是说这边有些功能啊，不然你图画出来还是太阳春的，该有的没有，没有的要删掉删不掉，那不是很麻烦哦。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再弄一个什么绘图区。那所谓的绘图区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哈、哦、再加一个背景图啦，有点像那个网页的背景，那但是不加也没关系啊，只是说加了感觉会比较有那个意境吧，像这个是太阳升起的感觉啊、哦、比如说象征这个报表明年的业绩会像太阳升起一样啊、哦、一直到中午都是日正当中，感觉应该会越来越好的意思啊、哦、不，如果你有这种意境要把它加进去，像这种怎么做，其实也是一样哦，在绘图区里面的话呢，记得找到什么其他绘图区的选项，那接下来的话就填满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背后这个叫绘图区，我要改成叫渐层的啊，预设是自动，我把它改成渐层填满，渐层填满你会发现哦，哎，马上就会有类似像这样渐层由那个什么呢浅色到深色，那只是说如果我想要让有那个太阳升起的效果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预设色彩啊，不过我版本好像印象中是差不多2013啊也有啊，预设色彩里面的第一列的倒数第二个会有一个叫黎明的，好 OK 这个哦，好啊，这个其实我是选这个啦，预设的色彩里面选择黎明的哦，然后把它点一下黎明哦，它有那个黎明的效果，有点像早上哦，哎太阳升起，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这个黎明效果之外上面要黄，有点像太阳出来，你可以把什么色彩这边有个色彩改成黄色， OK 你会发现哦，有没有这边改成黄色之后哦，那它就会有这一个地方变黄色了啊，当然其他这个端点都可以调啦，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不是 Photoshop 课程啊，所以其实大概就可以了啊，不过你会发现啊，它其实已经提供给你非常完整的色彩调整，只是说一般人没有用到那么多哈、哦。甚至你如果不只是这个地方黄色啊，这个地方要黄的话，你这边也可以再点一下啊、哦。这个要变橘也可以啦，有没有？这边变橘的，那这边要变红的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啦，红的哦，有没有？哇，颜色越来越，这样也 OK 啊。所以你只是说你要有那个至少有点色彩的素养哦。你如果色彩素养够的话，哇，一个 PowerPoint。可以把它变成像 Photoshop 一样哦，你老板说奇怪，你今天是来做资料的还是在做美工的哦 OK 哦，不过至少啦可以感觉着你的图表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哦 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试试看哦，那把它关闭，如果你要恢复的话哦，其他色彩啊你可以把它改成无填满就好了，或者恢复成自动也可以哦，关闭也它要恢复了哦 OK， 绘图区里面其他绘图区选项，哦，啊，这边的话可以改一下。我刚刚是用渐层填满的选项去调整，
哦，然后改回来的话，不过这个我把它再改回来哈，改回来这个，然后这边的话改成黄色，按个关闭哈。啊，其他的话呢，请各位就是自行再去变更一下了哈。这个颜色部分，这个其实是那其他还有哪一些可以变更的？比如说底下的这个字太小，我如果今天希望底下这个字放大的话，像大哥大手机、有线电话、无线电话等等的话，字太小，如果你列印的话，或者给你说 PowerPoint 里面太小的嘛，按右键，请你在字上面按右键，找到字型。字型里面的话，哈，这边就出现了十号字。如果十太小，14好了哈，它会大一点，你就把这个自己改一下，14好了，输入14，按确定。那你会发现哦，这边底下的所有字都变14了。好，啊，一样嘛。如果坐标轴这个要改，按右键有没有？字型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预设是10嘛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12好了。所以字的大小怎么调最快？按右键，找到什么了？找到。字型就 OK 了，好啊。字型里面当然包含就是你要改大小、改颜色、改字体，哎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要图表要做得漂亮、做得花俏，字要大，该有标签就有标签，该有图例就有图例，该有标题就有标题。那这样基本上应该够完整了 ，OK。应该也没有人会嫌弃你了，不然的话你弄个图表啊，哎，什么缺东缺西。弄得太阳春了，或者是该显示的东西没办法显示出来哈，那就会有问题。所以请各位哈，试着把那个一些功能给再加上去啊。所以主要我刚刚大概就是加上什么，加上图的那个标题，还有就是图例的位置，资料标签产生哈，那其他的还有就是那个坐标轴的格线、绘图区等等的啊。至于如果说有一些功能假如没讲到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，反正将来呢你要画图都用得到哦。啊，尽量就是反正大概他提供给你的功能都熟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啊，枢纽分析图他能做到什么，不能做到什么，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嘛，他也不可能说平白无故给你多一些功能出来，不会啊，就是这些功能啊，你就把它弄熟就 OK 的哦。那请各位呢试着把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，那配合讲义的63、64页啊，分别把那个图给画出来啊。啊，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，请各位哈也可以玩玩看啊。其实像图表样式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样式不 OK 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，再把它改一下那个有没有变更样式啊？变更成什么？比如说你不要直条图，想说老师我希望这个感觉像折线图好了，你可以变折线的，可以啊，你点一下按确定，它马上帮你用折线图。那折线图的好处就可以哈，可以产生有那个时间轴的那个概念啊。你看时间哪个地啊？你看哪一个年度到哪个年度是往上还是往下，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啊。不过这一题可能不太适合用圆饼图了，因为圆饼图可能比较是比例上面的哈。比如哪自己本身的比较的话，可以用圆形图啊。那还有其他的这种图形类型，我想哈，如果你可以再试一下啊，雷达图可能就是每这个产品之间的功能优劣啊的比较了。不过各式各样的图啊，也许可以玩玩看。啊，你可以从设计，刚刚是版面配置，前面有个设计，这边有个变更这个图形啊，这个啊图表类型啊，然后可以再去做细部的这个调整啊。当然每个图表样式也可以再调啊，颜色啦等等的，你会发现这个其实。人家提供的功能其实都已经还蛮强的，啊，该有的其实都有，只是说你可能要熟悉，并且哈，要妥善的去套用它，啊，马上又会有个不同的效果出现，啊 ，OK， 试一下啊，这个图，这个叫枢纽分析图，所以刚刚主要是枢纽分析表到枢纽分析图 ，OK， 好，那这一题大概我想差不多，哦，先这一题算比较简单的。那下来的话应该再剩一点时间，下午的话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再开启问卷调查这个范例题，就早上讲的有没有那个问卷调查里面它最难的地方就是全部都编号，后面全部都清单，里面总共有大概几个，哇，我看20个有了，到 O 栏就 B 栏到 O 栏全部都编号，
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最好哈、不要做那么多次。当然 V 的函数一定 OK， 但是你像早上的话，变一个一个一个，那你要从 B 到 O， 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是这样，不要 B 到 O， 最好是做一个向右向下一次全部搞定，那你整个表就有了，哇，那是最好的。好，不过要怎么做，我恐怕想想看。提示一下，第一个一定会用 VLOOK 函数，第二个呢一定要定义名称，就是把范围变一个名称。第三个呢要用另外一个函数叫 indirect 才可以去抓那个名称放到这里面来。好，所以难度其实还有点颇高的了，好，但是非常实用。OK， 那我们早上的话剩一点点时间，剩三分钟，OK， 不然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下午的话在1:30开始，OK。